到底可以干嘛，然后可以做什么东西。因为其实他一天到晚在我们公司一天到晚在找摄影组，因为我们现在的逻辑就是我们是 production house， 我们其实不自己养这些技术人员，动对啊，而且平面他就自己拍嘛，啊动态他现在都当导演，都是那个动，然后你后置可以多弄什么，我觉得你就让小虫知道，其实对我们摄影像组是一直都有案子的，好，对啊，好，我也希望他多跟你们合作，好，对啊，再讲，感谢了 ，OK， 拜拜，好，拜拜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出来，因为两个。